这是一台车的这个违法通知书，有这么多呀？啊，这是多少份？58份，从2021年5月份开始至现在。啊，那2021年到现在快2年了。对对对，2年时间收到这么多。对对对，总共涉及到这多少罚金？27万5000多。